好，我们看第二题。这一个图呢，它是一个 simple structure of DC model。So 我们在这一边，它这个加去减，到了这边加去减，加去减。过来，回去加去减。这个是它 current 的方向，这个是 I 的方向，current 的方向。OK。我的那个 not to sub NGS，OK，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这一个呢，它就问我们，so complete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by marking O for the correct answer.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a DC motor is based on 什么呢？就是说它在这边它有 current，然后再加 magnet，OK，就是说它在这一边它有那个电。OK，再加 magnet，然后它就会产生 force，它的 back force 这样的东西，就是说它在这一边它有 electric，然后再加上那个 magnetic field 这样的东西，OK，然后它就会产生那个 force，OK，然后这个就是 current conducting force，OK，so effect on current carrying coil in the magnetic field。OK，然后这一个东西呢，我们用的是那个 Fleming left hand。OK，然后这一个用的是 right hand。OK，就是说 production of EMF，OK，in a conductor across a magnetic field。我们砍它，用力去砍它的时候，就是说我有 force 去那个 magnetic field，然后它会产生那个 EMF。electric 这样的一种东西，然后我们在这一边，我们用的是 Fleming left hand 和 Fleming right hand 这样两个东西，Fleming，Fleming，Fleming's OK，so Fleming right hand 跟 Fleming left hand，OK，好，然后我们的这一个东西呢，它是用什么东西呢？我们用的是那个 FBI，OK，FBI，FSI，so FBI，然后 FSI 这样，OK，so 我们的 Fleming left hand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OK，好，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OK，它的这一个东西，它 current 是进来，然后它的 S 是这一边，所以它 force 是上去，OK。So 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你看啊，它的这个 current 过去，然后它的 S 是在这一边，OK，你就心里想，你现在的那个 current 是中值，这一个是你的中值，OK，然后接着你的那个食指，你是指向这一边，这个时候呢，你的拇指就向上。这个是 F，然后这个是 S，然后这一边是 I，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的 force 会向上，OK，force 是向上，FSI，你就想象一下你到了最后啊，你的那个拇指、食指，然后这个是中指，然后这个是你的手，然后你这一边这样，OK。类似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自己比的时候，你在那边，这个是 F，这个是 S，然后这边是 I，所以我们这边就有 FSI，你自己试比一下，到了最后的时候，你这个会得到这样。So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个我自己本身是这样，OK，就那一个 S 向这边，然后 I 是向里面，I 是向里面，向我自己。So F 就向上，So S I，然后 F 是向上，所以它这一个是 S I S I，So S 是过来这边，过来右手边，I 是向里面，然后 F 是向上，所以在这边它就是向上，这个就是这样，OK，好，来，接着我们再来看。
这个 B 的部分， 还要 mark the direction of current for I， 还有 F 在 AB side 的这个 diagram，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个 F 是向上的，所以我们的这个 I 是向前面的。OK，so 在这一边我再画的清楚一点，就是说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这一个 I 是这个方向，然后我的 force 是向上的。就是这样。OK，然后接着 what caused the force F produced on the coil？So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这个是 catapult force。OK，为什么是 catapult force？那它答案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它在这一边的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agnetic field of the permanent magnet and the magnetic field of the current carrying conductor，这个就是 catapult field。catapult field 是怎样的东西呢？你就心里想，我在这边有两个 magnet。OK，so 两个 magnet。然后这一边这个是 N，这个是 S。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FSII 是向里面，OK，所以这一边是向我自己，所以它是倒下去。出去的时候呢，是属于那个这一边进来，OK，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一个。这一点，它进来，所以它进来了是这样，OK，它的这一个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这个 NGS 的时候，我是向前，NGS，然后这一个也是 NGS。然后过后，我在这边，我还有这个也是 NGS 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接着我们还有这个 NGS 这个东西。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我们是 NGS。然后我的这个点进来的时候，你用你的那一个 right hand grip rule，right hand grip rule，right hand grip rule 这样。它进来。这个方向，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你的这一个是这一个方向，这个方向过来，所以在这边的时候，这个互相抵消，然后这一个它就会加在一起，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到了最后的时候，它加在一起的时候，它这一个这边就会很密，这边就很密，这个地方它就会很密，下面这边它。下面这边它密，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然后可是它上面这一边呢，它就会很松然后降的时候，这边密的时候，它就会这样把它推上去，OK，这个就是 catapult field，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NGS，然后它这样浮上来，这边比较密。没有，就这边这个顺着方向的比较密，下面比较松，密的推去松了，然后下面的密松推上去，最后它都是密的推去松了，这种方式。然后再来，他说 What happened to the speed of the rotation of the coin if bigger diameter of coin is used？所以我们知道它的这个 diameter of coin 的这一个 bigger 的时候，然后它的那一个 resistance 就会减少，然后 resistance 减少的情况之下，它 current 会变大，之后它 current 变大的情况之下，它的 rotation 呢也会 increase，所以它的这一题的答案呢是不单吧，OK，所以这一题是不单吧 increase，OK，so 刚刚的这一个是这样，这样的一种。